闺中美人中的全真颖是一位心狠手辣的慈父主事，可她那高傲的外表下其实有一颗热忱的内心，特别是在爱情方面，她因为一直深爱着李玉溪，所以可以为了李玉溪牺牲一切。全真颖的想法就是，既然我爱，那么就一定要得到，不管他喜欢谁。所以全真颖成为了李玉溪和胡飞鸾在一起最大的阻碍。可是全真颖不管再怎么用尽心思，再怎么从中作梗，他也得不到心中所爱，所以结局应该不会好。